十位候选港姐呢日出席2019香港小姐竞选活动，同体能导师进行体能训练，游玩泰拳同瑜伽。最后仲互选友谊小姐，六号嘅陈希瑞就得票最多，佢仲开心到喜极而泣添啊！好开心啊，因为啱啱冇谂到系我，所以都好 surprise 咯。不过每年选出嘅友谊小姐都同冠军无缘，陈希瑞又会唔会担心呢个魔咒啊？其实我都系平常心啦，咁当晚我嘅目标都系超越自己啦，咁只要我比彩排嘅时候做得更加好，每日进步紧，咁我都觉得我自己赢咗，所以都冇谂咁多。